道路难免大起大落，那得起放得下，别瞎琢磨，举起杯走一个，何必上火，同样的世界，不一样的我。辉煌的时刻要靠自己拼搏，脚下路怎么走自己掌握，别计较成与败结果如何，放开手就是干，那俗话就是渴。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干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呐、啊。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就算再高的山也在我脚下。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干出个样来孝敬爹妈。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干出个未来，让梦想开花。感谢这位老铁送的穿云箭，么么哒。今天宝宝带你们来到煽风点火小火锅店。谢谢陈姐。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么好吃的火锅。哎，哥哥，你看这地方眼熟吧？怎么样？耶，好吃！此锅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吃啊！谁在直播咱家店？哎，哥，你看，又是俩货。光会拍马屁，不会说点实话。八戒，今天咱吃还是霸王餐是吧？吃什么霸王餐？那花姐那直播呢？我忘了。接着直播。啊，这块锅底它集合了少女的智慧、少年的力量于一身，我能感受到它浓浓的爱意。它麻得那么真实，辣得那么自然。让我感觉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耶！八戒，这清汤锅，时间花姐，你是？我是你的粉丝呀，也是这家火锅店的老板，之一。有事没？感谢你们为我们宣传。哎哎哎，这是我们那个，煽风点火火锅的创始人，就咱们吃的底料都是他做的。啊，好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对，你们认识？何止认识，简直刻骨铭心。小帅哥啊，如今你飞黄腾达了，想必也不会跟我这种小女子一般见识。哎哎哎，石家花姐，你能不能为我们这火锅做代言啊？人家现在有几万粉丝的红人，这个事情嘛，要跟我助理沟通一下呢。啊，这个我们花姐已经签约了啊，但是呢，你们这个火锅味道还不错，我们可以考虑接一下代言。不是接代言是啥待遇？你们以后可以免费吃，免费喝。啊，还是霸王餐是吧？什么午餐？免费的午餐啊！哎哎哎，这桌记我的单啊！花姐，你慢慢吃啊！先花姐，拜拜！拜！还是霸王餐。红哥，
哎，来了，兄弟。哎呀，红哥叫我过来，肯定有好事儿。我都快愁死了。红哥还要愁的事儿？兄弟啊，我们哥俩表面上是做餐饮的，实际我们是玩金融的呀。大生意吧？哎，是大生意啊，可今年干什么都不景气啊。我从金刚那借来钱，放出去，到现在一分钱都收不回来，催着我要账。本来想借用点利息挣点钱，可现在，哎呀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呢。红哥，说到这儿了，兄弟可要唠叨你几句了。放高利贷本身就是违法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能借高利贷的人，你想想，肯定是走投无路的人呢。能走投无路的人，他能按时还你钱吗？是不是？就为挣你点利息，你非要找那个金刚？金刚是干嘛的？毫无江湖道义的人渣！你小点声。我不怕他。哎呀，我也是一时糊涂。这事实际怪小峰，当初跟我借100万开分店，我去哪儿给他偷钱？就想着放点高利贷，利息高一点，把他拒绝就算了。谁知道当时就认了。这钱出去了回不来，金刚现在催着要钱，不敢。哎呀，这也不重要。最重要的呀，是老山家的祖传秘方。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当年是怎么被山家赶出来的？你知道吗？你偷没偷？还是那句话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你跟我动什么高枪啊？请吧。现在金刚追着我要钱，我现在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这也正常。这个金刚这么快就有变化了？本来想从小峰手里拿来秘方啊，给金刚做抵押，谁知道这小子也不知道搁哪儿得的消息，说单家之前的不是秘方，是什么祖传的什么古董。古董？是什么铜鼎？很值钱吗？当然值钱，古董能不值钱吗？你傻呀？金刚说了，要么拿铜鼎给他，要么还钱，就这两项，少哪样都不行。如果这两项我达不到，你嫂子和孩子就有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被我说中了吗？红哥，你往下准备怎么办？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但是我知道这事儿啊还不能跟小峰说。我觉得小峰开始怀疑我了。红哥，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什么？你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都没法说你。看什么看？行了，你就帮哥一下。哎，老二，你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哥是吧？怎么这点忙都不帮啊？爹，你再帮我一次。红哥，还把自己当大哥呢？我不是你哥吗？你要这个吗 ？Money， 你也听不懂英语。
这个社会很现实，有钱你就是爷，没钱你就是孙子。再帮我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帮你是帮我呀，红哥，你让我干的叫绑架，那是犯法的，红哥。不，别说了，我鞠躬了。爹，你再帮我一次。哥，别把兄弟往沟里带，兄弟还年轻。对不住了，红哥。来，苗苗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好亮，说过多少遍了，咱俩永远不可能。哎，放开我！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苗苗和老公在我手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凌晨两点，拿单家祖传铜鼎到我指定地点赎苗苗。单家铜鼎？我根本没听说过呀。你问单小凤就知道了，不许报应，否则交易无效。喂。哎呀，哥呀，咱这火锅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。看来我这十个媳妇儿也掌握了。慢慢来。好亮！苗被绑架了，峰哥。峰哥。啊？雷哥，苗被绑架了。绑架我们什么事？啊？现在苗苗是你的，你要保护好她，与我们没什么关系，好吧？啊，让开！雷哥，现在情况很危险。峰哥，苗苗被绑架了。峰哥，你们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只要能救苗苗。我跟你说啊，峰哥的店你给搞倒闭了，我们最喜欢最爱的三妹你给抢走了。你抢走完之后你自己保护，你保不好来找我们两个，你怎么想的啊？峰哥，雷哥，只要能救苗苗，我干什么都行，干什么都行是吧？行啊，是，跪跪下给峰哥磕头，跪呀，跪呀！峰哥，峰哥，去救救苗苗吧，峰哥。雷哥，苗苗现在情况很危险的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带你们去。上车。哎，走啊，胖子，胖子走。嗯，哎，峰哥，醒了。嗯，再睡会儿呗。现在几点了？凌晨一点，离交货还有一个小时。啊，我上去拿东西。哥，你可想好了啊？这可是你家的传家宝。没事，你俩再休息一会儿。
推呀！呀，撞了，撞车！是几个？两个。放开他！我来做你的人质。就剩你！变形金刚，我头上戴。社会大哥，我怕谁？好呀，你们快走，不用管我。大哥，你心可真大，手机一直关机。我他妈从昨晚上一直打到现在，差点打爆我们的电话。没啊，我电话没停机啊，不信你看。哎呦我靠，意外，没电了。傻他妈啰嗦，东西带了吗？等一下，杨淼，你没事吧？峰哥，没事。让虎哥出来，我把东西交给虎哥。凤儿啊，虎哥对不住你了，咱们的贷款我实在还不起了，所以我就想用你们家的铜鼎来抵债，又怕你不答应，我就把苗苗绑来了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竟敢跟我打分赃！你他妈太贪了，我再绑了你，知道吗？行啊，大哥没钱了，小弟也不听话了。他是个疯子，什么事都能干出来。红哥，兄弟没本事，没把你救出来，还别说了。兄弟，红哥对不住你们两个，叫你们受牵连了。哥，别这么说，是我自愿的。
谁对我好，兄弟清楚。大家都听见了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把钱看得那么重。他是你小兄弟，想救你，哼，太自不量力了吧。啊，金哥，哼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太狂了，你不一定能赢，不信咱们走着瞧。放了他们，定我放到这儿。哎，我这个人呢，小的时候不太幸福，所以呢，我喜欢玩游戏。今天呢，我就跟你玩一个石刀剪子布，怎么样？如果你赢了，我可以考虑考虑呀。好，别呀，万一你们输了呢？哼，他们俩一人一只手了。峰哥，你千万别答应他，我叫人给咱们送钱。不，今天这个游戏就算你们浪费我时间的利息。成交。峰哥，游戏开始。峰哥，你来做个裁判。3、2、1。运气不错呀。再来一局。3、2、1。我还真不信了。再来一局。3、2、1。今天输了也是你们输，赢了还是你们输，你们死定了。你耍赖。No, 这是游戏规则，你们输了就要接受惩罚，懂吗？哎呀，不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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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说了捏电影的吗？连也不让，老摄像机也没有，你这是捏啥电影的？这是，再说了，这导演真家伙啊，你看啊，这弄一下不弄死人呢。我也不玩了啊。你俩别急，我问问导演。你看我干嘛？你没看出来吗？我们真被绑架了。花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啊，花姐，你不是在家做直播了吗？红叔说有个剧组缺演员。我不是热爱表演吗？我就带着大头虾米来了。我们刚来就有个变形金刚，让我们戴上面具拍科幻大片儿。愣着干嘛？全他妈给我抓起来！大快跑！赶紧走！真是我报的警，不许说！我去，小峰，红哥对不住你，进去后好好做人吧。带路，带路，够！人世间的因果，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假如我小时候没有偷拿店里的钱给大雷买零食吃，红哥没有因此被父亲冤枉赶走，后来的故事又会是什么样呢？